见到他本人呢，我觉得跟影片一样非常亲切，虽然我们语言没有那么的通，可是可以感受他满满的热情，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哇，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全场少女。超级大人，我那个多么也不皮又不面，说不出来哦。我很喜欢你。前面呢工作的关系，所以就一直排到现在才是终于第一次上班，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多慧。那我之前呢就有在网络上影片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跳舞非常厉害的人，就很像那种 idol 的感觉，韩国的那种明星的感觉，我觉得超级有魅力。而且我觉得他真的超级会对镜头放电，我应该好好跟他学习一下，因为我是会跳，你要学那个我不会嘛，我要多多跟他学习。然后我觉得见到他本人呢，我觉得跟影片一样非常亲切，虽然我们语言没有那么的通，可是可以感受他满满的热情，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哇，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全场少女。나너무너무보고싶었는데드디어보게되어서너무좋고또앞으로있을많은경기들을많이기대가되고또오늘경기를했는데바로역전이라서진짜좋았고처음이다웃는게너무예쁘고귀엽고예쁘고너무좋아요 我很喜欢你